小婷啦，不如同你分享一下喺今次暗中作樂咧呢個特別嘅舞台，點樣去進入呢個黑暗嘅環境裏面，會有啲咩準備咧？我哋嘅準備就係成為喺黑暗裏面嘅光，我哋嘅聲音上層嗰個光，只有我哋自己聽，仲有我哋嘅聲音，聽住我哋嘅歌詞，可以發現到嗰個嘅烏煙嘅走，嚇，但睇唔到嘅光。我諗今次係我哋一個好好嘅體驗，因為第一次係可以喺全即係冇光嘅環境之下去玩音樂，咁所有感官都會放大咧，咁好期待呢個感覺之下玩音樂。我哋都期待你哋嘅光，喺到時感受一下。